公元756年，郭子仪正逮着出门没看皇帝的大唐叛将史思明一顿胖揍。你以为只要不要脸，大唐都是你的呗？咦，最后史思明是送了40000人头，鞋都跑没了，才捡回一条命啊！你别走啊，等着我去摇人啊！接着整。正当郭子仪准备指导叛军脑巢时，喂，老郭吗？我是李亨啊，长安没了，我爹也跑路了。哎，不过我当皇帝了，需要你来撑场子。喂，老郭还在吗？郭子仪二话没说，立刻带着全部兵马来到李亨身边。公元757年，大事发生了，安禄山被亲儿子安庆绪给咔嚓了。而唐肃宗李亨是惊讶又兴奋。哎呦喂，老郭，叛军乱了，快去收复两京。郭子仪所向披靡，3个月就收复了长安和洛阳。哎。国家再造，全是你郭将军的功劳啊！来干！可是李亨心里却想着，你郭子仪怕不是要功高盖主吧？咦，哎。于是李亨的奇葩操作来了，李亨计划一举拿下叛军，但又要防着郭子仪继续立大功。于是他找来了宦官于朝恩，于朝恩，你当监军，统领9支大军作战。我去，这大唐全部的战力就压给了这半个男人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我差吗？差哪儿啊？你差哪儿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差什么呢？今儿就把话说清楚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一众名将奋力搏杀，几十万唐军还是败给了史思明的50000叛军。啊哈哈哈哈！我勒个去，这都败了！皇上啊，这个锅得有人背吧？嗯，皇上，你别看我呀，你看那郭子仪如何？他姓郭呀，他背比较合适啊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收一下。郭子仪光荣下岗了，我都62岁了，退休养老也不错呀。郭子仪这一走，叛军更是支动起来了，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。啊哈哈哈！同时，大唐的朔方军也因粮草不到位，又发生了叛乱。这下李亨是火冒三丈。这一着急就病倒了，他拼着最后一口气启用了郭子仪。老郭，全靠你了，这锅还得你来背啊。郭子仪一到朔方军军营，屠杀叛乱首犯，迅速稳定了唐军局势。然后继任的唐太宗李煜，老郭，这儿有我呢，你就去给我老爸李亨修皇陵吧。啥？刚返聘又被裁了？其实唐太宗李煜也很弱小啊，这不能怪我啊，这都是宦官们的主意，毕竟我是宦官扶上位的嘛。对了，你不服找他们，别找我啊。皇帝虐我1000遍，我爱大唐如初恋。不久，史思明被亲儿子史朝义给咔嚓了。郭子仪的老部下仆固怀恩趁势率军收复了洛阳，结束了安史之乱。啊，怎么着？优秀如我，但是很快麻烦又来了啊！郭子仪，救救我！